上 ，Oh my love, my love。会重新脱掉那一段吗？那是一定要、哦、那是一定要、哦、所以你敢看的话我就脱掉了他本来以为他很受欢迎但杜德伟来了之后发现他真的还好而已我要说的是因为那一天我觉得你的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年龄跨度很大是因为护理长跟我年纪差不多喜欢你我觉得很 OK 二十几岁的小护士也喜欢你我觉得你很厉害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真的是很厉害不会笑我两个 lady 两个 lady 来笑我来看这边 Hello Hello 来来来太太很漂亮主办方在那边太太真的很漂亮一生 Oh my love My love、oh, 在我还能附在你的爱钟爱我一生害怕什么桥段吗、oh, 体力部分还是就是一些、oh, 其实当这个起来演唱会启动的时候、嗯、我那个时候不到60、嗯、然后想说可能那个巡回可以在60岁前结束那还好但是没想到62岁才开始重新启动、嗯、那大家要知道到了60岁以后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差异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嗯、还好我有运动所以呢我觉得反而是如果没有演唱会我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是没有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哦没事你看多强啊这个气强多强我觉得找嘉宾的话是有一个一定的难度所以呢我可能会要等到演唱会前的3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才能够决定嘉宾是谁但是我觉得是会有嘉宾的那个桥段我也期待因为我也希望跟我爱的歌手可以在我的演唱会那舞台上分享我努力好所以会重新脱掉那一段吗那是一定要、哦、那是一定要、哦、所以你敢看的话我就脱掉了可以你敢不敢看啊